他管上我呢。你现在可以让那个客服，你可以给客服发个消息说，我得换个男陪玩，这个男陪玩我不是很满意，你完全可以啊。姐把他关了，姐把他关了，姐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你看，你看你现在啊，夜魔，越混越差，越来越菜。哎，忠言，忠言逆耳，还行吧？你之前帮别人怎么赢的？你怎么打我的？你就怎么打，行吗？还行吧，技术还是原来的技术呀，只是你的心态变了，只是觉得哎，我就应该拿那么多，怎么？你本来你就应该这么赢啊。这个夜魔以前很厉害吗？打完这把老子不接了啊、我不接了，你让阿伦来帮你打吧。你说不接就不接。不接了，打完这把。我是你老板，你说不接就不接。你是谁呀、我可不是阿伦啊，我可不是伦哥，我老子可不关你这个坏毛病啊，你爱点不点，好吗？我现在点了你，我是你老板，你就得听我的，我让你给我拿人头。你现在是我老板、你钱还没到我手上呢，你现在还算半个老板。好吗？打完这把，老子不接你这个老板了，好吗？不怪你坏毛病，好吗？爱点不点，好吗？你还杠杠上了？啊？怎么阿伦是谁？我这么保着你，我阿伦是谁？阿伦的话，姐是他神经病吧？是他老姘头。算了，不说了，他的光荣事迹不想再提了，真的。你是不是神经病啊？谁家老？别嘴臭！这老板跟本来就认识一个老板跟陪玩天天搞在一起了。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说一辈子是不是、咋了？你先说我的呀！哎，你一阵把骂了，咋了？我接单是来替你挨骂的，我不惯着你啊！那你这局就赢一百个，你爱滚哪滚哪。我说实话，这把给你赢一个都说白了是我的职业素养了。你说实话都不配赢一百个，你最多赢负一百个，好吗？你不配赢。你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，有职，就是因为我赢，我点起来是让你给我赢，就是因为我的职业素养，啊、我现在才继续打 的，我才去坚持把这把游戏打完，懂吗？你好好给我拿人头，这才几个人头啊？你现在还落后了三个，你自己不看是不是？我说了，落后了，不代表我没好好玩，好吧？嗯。你都没有拿你的拿手英雄，你跟我说你好好玩了，死给我！你玩什么英雄？我不知道。拿手英雄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我每一把还得规定玩什么英雄，我想玩啥玩啥呗，我想玩什么英雄就玩什么呀。我先回家出个装备去、我被潘森追了。你让阿伦来救你呗。怎么不来呀？你让伦哥来救你。你别嘴臭，你神经病吧你！你实在不行，我现在问一下伦哥。一辈子啊！我实在不行，我现在问一下伦哥，现在有没有时间过来帮你打一打？你别犯病，你别犯病。他一手蛮王五秒真男人还是有点东西的，好吧？你别在这恶心我啊！只能坚持五秒，不能再多了。你杀人呀，逍遥！我刚叫你来，你都不来。哎，对面蛮王不会是阿伦玩的吧？三杠六。咋回事？你赶紧给我追人头！你说些有的没的。不是，姐，我在杀人。刚中路潘森，我给他杀了。姐，哎，他们两个传线你都不来，被他给捡了。你能过来拿人头吗？不是你们老板就张口闭口就是拿头拿头，然后头就来了吗？不要装备吗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不要装备吗？他杀你玩儿啊？那现在这个蛮王三杠六，你是个陪玩，他现在对自己说我也要拿头，我现在就得打成超神。你看蛮王现在得拿头，请问我会允许他拿头吗？我现在就得杀他，你看怎么办？你杀，你继续杀呀，你人头落后，你没看到吗？落后三个了。你一句简简单单的拿头，请问这个头能拿吗？五个兵都是二百五。你放心，接完你这一把，老子不接你这个单了，好吧？别逼逼。你说不接就不接了，那肯定啊，咋那么厉害呢？那咋了？哎，不是你不是说不拿头吗？小丑啊，怎么又拿上了？不是玩的猴子吗？怎么玩成萨科了？咋回事？哎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反正你给我赢一百个，你想滚哪都行。萨科，你要被追上的逍遥。不玩的是齐天大圣吗？给你玩成萨科了，真有你的。萨科是谁呀、我玩的叫猴子，知道吧？齐天大圣，萨科不是你吗？萨科把潘森杀了。那焦克不是你吗？焦克，焦克吗？
你是扑克牌里的最大数，马戏团里的。这也留不住他。小宠物。那得看，那得看扑克牌里面谁是大王小王啊？那关键我能做大王，啊、你只能做小王、啊。你还能做大王吗？你。那要不然呢？啊，要不我把这如意珠宝变大给你看看？你还差一个人头呢。他搁了给我嘴嗨呢，他追啥人头？他追不到人头。你看已经追上了，啊、这你还说？大也不开，我就要一百个人头啊！夜魔，你都不一百个人头，你爱滚哪滚哪去啊！你想滚哪就滚哪。哎，我推。不是姐，可爱姐，我在杀人。你在干什么？这不在找人杀。我推。就杀他，有两个。你为什么开始推塔了还？还我要人头。因为我跟你多待一秒就是折磨。哎，领先一个我就推。别！哇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那人头被你抢了。还差。追一下人头，别急。小王差两个，小王，啥时候能做大王啊？大王不是也是小丑吗？大王就一个。那你不知道什么叫大王吃小王吗？上路有人去杀人。嗯，我不承认我是小王哎，但是你是承认你是大王，这就有区别了呀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这小王，这你不承认你是小王了，你这小王你都做不上，你只能做老 A。我对啊，我当 A 就行了呀，这个、老 A。开 E 呀，开 E 盘子 ，nice。哇。nice 什么？你连个助攻都没有，你 nice。说你是扑克牌里的最大数吧？说你还不信。你猜，你俩还是平的。我不想看这个。你刚能杀那么多，怎么这把不行了呀？不是姐，这把关键前面被他搞了呀，他一直跟着我。姐关大。哎呦，可惜叫晚了。你这个人头拿不到吗？我没 K 到。拿不到呀。我想帮你杀他。都没拿到，以前真的是这个水平啊！被超了，玩的超了。没事，姐，我后面追回来打团的时候，我随便追。哎，他三杀了，你怎么追？啥意思，哥们儿？没差几个，姐，没差几个。领先三个头，哎，得推了，得推了。领先那点多了。我要一百个以上。你配吗？三个啥呀？你配赢一百个吗？我配不配？我现在他妈是你老板，你怎么跟老板说话？你是我老板，你是我老板，我你给你赢，说实话都你在干什么、啊、亏了，给你赢算是我的职业素养了，真的，你这老板本身都不配赢了。啊，哥们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我选了你就要给我赢啊！你听不懂吗？赢了呀，赢三个了。你赢了三个，你打发乞丐呢？那你要说打发乞丐，那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说啊。嗯。他玩上文字游戏了，怎么还？哎呦我操！我可没管你干啥。Legendary， 感谢夸奖。攀登伤害有点高。你看你现在死的复活时间，这个时间那么长时间。别搞这攀登，可以。没事，死了也赚了，还差一个，没事，还差一个，就差一个了，就差一个了，没事，姐，不是差一个，后面好追，总不能打个平局吧？肯定不会平局啊，姐，哎、我肯定领先后面。他飞机后面有啥用啊？但是他现在你快出去杀人啊！你怎么还挂机呢？你能不能拿个五杀？你看他又拿两个，你要清楚啊！拿多了，你要清楚，爷们，我现在是你老板，我让你干嘛你就要干嘛，这是俱乐部啊，这也不是冰云姐的群了，你还以为自己有靠山呢？哎，23个头，现在又拿一个，你推塔了，推塔了，48小时不能接单，还一分钱没有，懂吗？你说啥来着？我说啥了？你说你，我说了你听不懂吗？我没听懂人话吗？没听懂，你再说一下。我凭什么你说让我说我就输啊？你说什么48小时来的？我没听清楚呀。我现在要投诉你，你就48个小时不能接单、啊，你还一分钱都没有啊！你记住了，你这么恶心啊？不是那冰冰姐的群了。你凭什么投诉我？你这么恶心。
你当了两年陪玩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不是，你凭什么投诉我？不是了，谁都不是。差四个，你怎么不追呀？你故意给我输，你不跟华豪拿人头，你就是在故意的摆烂。我怎么不能投诉你？一波五杀就回来了，四个没事。那怎么回事？你说。跟他弄了他两个，你也当了两年陪玩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吧？啊，你还是那个样子，你应该不会五十了还在在长进了呀？硬气了，硬气了，硬气了，推塔。行，那你再硬气一点，你给我赢一百个啊！你走没问题，我也不投诉你，行吗？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，推塔。不是推啥塔，玩过玩到。你要投诉我也不接你单呢。推塔，我刚起来。别推塔，别推塔，听话，别推塔。那我杀你，我推，我推。你推什么塔？我要赢你百个人头。推塔了，不打你。我推，我推，我推，我推。你才几个头你就给我推啊？我推。不是可爱姐，你看他一直在那推塔，可爱姐。我 A， 我 A， 这不恶心人吗？我推，哎。那你又不杀人，还怪人家？我肯定啊，我现在装备起来了呀，姐。他装备也起来了呀，你现在差人家七个头，八个，还有还有，把银子也杀了，杀不了，推塔了，嗯，杀不了，推，你凭什么推塔呀？你这不是演我的吗？潘森的话推不了，你没有上马厉害，潘森我也推不了。不是姐，这不是没上马厉害问题啊，你看他一直在推塔，我压力老大了，我刚起来，姐。这就有压力了，还没上强度呢。我推。你去给我拿人头，我不需要你推塔。我还没赢够呢。我推，我推，推，推。我跟你说话呢。推，哎。你这么做陪玩的。人家要是像三将说的那样子，现在对我也是及时止损。我推，我推，哎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死了。不是，夜魔，你老板跟你说话了，你还搁那推，推啥推？你现在才跟我赢几个呀？才赢了九个。不是他妈夜魔，你是不是玩不起呀、啊？夜魔，不是五个头可以了呀，九个头的都领先。领先这么多头了，我不让你推塔，啥玩意儿？老板，你不听我的吗？你这老板接不了一点了，领先九个头不说奖励一张照片了，最起码的。那我现在也是你老板。都不说奖励了，搁这哭哭压力我，谁家陪玩能这么接单呢？接不了一点了。真的，我要死了。啥？你耳朵听得到吗？啊，我也要继续杀呀！压力你啥压力？真的，我要跟那个，我要跟那个，我要跟客服投诉，我要投诉老板了。真的，谁家老板领先还这么压力陪玩的呀？压力太大了。我这潘森，什么叫我压力你？你以前什么实力的？你看你自己现在打的什么实力啊？我，不是，我不要求你，你可以来我这边吗？倒反天罡，能赢就行。可儿姐，哎呀，那必须的呀，可儿姐啊，才二十九个，现在才领先七个，你这玩什么东西啊？那我得说。你跟我说你在玩什么东西啊？嗯，那你刚才就离你以前三分之一都没有吧？你几百个能追上他吗？我很生气，我这夜魔咋不开麦啊？夜魔，那你刚才脏我了、啊。我现在跟你说，我可以来。谁现在动？但是我赢了，你得发个照片补偿一下。他本来就挺狗的，补偿一下。话也不说了，咋回事啊？你考虑一下。被投诉了，又开始装哑巴了是吧？愤怒何止？姐，你是不是去投诉他了？我还没有呢，游戏还没结束呢。来，来。不是可爱姐，我一个后期英雄，我也要拿人头，他搁那一直推塔，我烦死了。那必须得补偿一下，真的生气了，居然不给我发，不是，居然脏我。逍遥夜魔说不说话和你没关系哈，你做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咱必须得说咱必须得为直播间的黄刚考虑一下。怎么推塔肯定跟我有关系啊，姐，我刚起来。OK， 快出来快出来，你不管他说话就行了。Okay. 哎，不是
什么推了推了推了推 了, 推了，我的手不自觉就给我止损去杀人，知道吗？手不自觉就杀起来了。我真服了，这无人点我三下，给我人点到我大动脉上面去了，推塔。那被人追着跑。哎，不能杀了，我怎么？我就不自觉我就过去了。那潘森这潘森在守塔，你知道吧？这潘森能追上吗？跟门神一样，守在这边推不了。能追上啊，姐，我他只要不推，他只要他不推塔，我包能追上，姐。要是夜魔像三将说的那么厉害的话，就算推塔，我也是及时止损了。我可能现在后期发力了。姐，你看我在发力啊，我是潜力杀人，他到了瓶颈期啊。潜力他不挺能杀的吗？你上一把不看了吗？他不挺能杀的吗？推，干嘛要让夜魔推塔呀？是老板最，咱不能给老板投诉的。那没他杀的多。老板投诉，首先他48小时接不了单。那猴子不是刚发育起来吗？第一点，第二点，一分钱没有。咱们千万不要给老板抓到什么滑头。欢迎这个夜魔就故意点我，拿个小飞机。我们游戏上面还是得认真对待，对吧？姐，你不用怀疑。不然他一看反手把我一个副战机的截图，发给发给那个发给那个客服。姐，没事，那潘森那没办法，那潘森伤害老高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先好好打，对吧？别急嘛，没毛病嘛。我给你留了。陪玩还是很怕被投诉的，讲道理。嗯。你开麦说话。所以说，为什么现在跟他讲话还是那种客客气气的，什么？然后他稍微录个音，直接放给客服听，我骂老板，坏，完犊子了，完蛋。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哎，你是故意的是吧？哎呦，又杀了，还行吧，姐还可以吧？你故意骂我是吧？大定做他呀，潘森。我买个愤怒合计。不是夜魔手下塔呀？哎呦，卡了，我出个装备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出什么装备。出个那你在家出装备吧，你别出来了，你就在家出装备吧，别出来了。哎呦，你这个潘森，你明明可以杀，你回家出什么装备？你有病吧？不是我换装备怎么了？不然换装备吗？我神装了，把鞋换了呀。不，你已经神装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啊？哎呀，好恶心啊，真的，太恶心了。你就在这故意演我是吧？你不想让我赢是吧？推我推塔了。嗯，你谁让你推塔了？你又推塔，再拿一个头，怎么说？算了，不能在中路推了。这才几个啊？得去下路推。那一百个还差多，差得远呢。哎，一百个，你让阿伦给你拿一百个吧，拿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估计逍遥你是追不上。你是不是神经病啊？不好意思，这位老板，我拿不了，你让那个伦哥帮你拿吧。你是不是神经病啊？ 你老提阿伦干什么？那个可儿姐，你能帮我作证啊？这个老板刚一直在攻击我，我都基本上没回嘴了，行吗？我攻击你啊？我让你给我拿两头，我还攻击你了？又被追上了。可儿姐，你能帮我作证一下吧？就杀这个，就杀这个。可儿姐，你别打扰他，我们在杀人了，你搁那打扰他。可以啊，我帮你作证。他又在攻击我，我真的我也，哎呦操！啊！我这么给你奶，你往后跑什么？没血了呀！你这还没有血了？我这不是在给你奶吗？哎，他们往要往脸上送呀！能杀吗？我在推塔，他们要往脸上送。赶紧结束吧！你杀人，谁让你推塔了？超这么多，能被超这么多？推塔了，不是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起来，姐，这不是超这么多问题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别推了呀！谁让你推塔的？一，哎，别推呀！我他妈真服了，推塔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神经病啊？哎，怎么？你放心，姐，你今天你放心吧，姐，你把心放肚子里面，姐。行。你把心放在肚子里面，心不是在那个左胸膛吗？怎么又成肚子里面了？那不成变态了？没事啊，那放
放肚子里面跟在胸膛里面不一个样吗？怎么会一样呢？一样的道理吗？肚子里面装的是屎，咋了？咋了？你的心，你的心是屎做的呀？啊？你怎么还咬文嚼字呢？哎，那我是有一说一嘛，那肚子里面不都是大肠吗？那肚子是不是身体？心脏是不是也在身体里？那都在身体里有什么区别呢？那你就直接说把心放在胸膛里面，不挺好的吗？好吗？这哥们在那抠字眼了，可能怕咱有一说一啊，咱就是有一说一嘛。哎，你这个技术上上课了呀？你这个技术后退了，咋的？你个嘴厉害多了啊，嘴比以前厉害多了。我嘴的话是。就是看练嘴了，最近练嘴了。嘴的话是看心情的，有时候嘴还可以，有嘴笨笨的。我觉得眼魔就挺好的，声音也好听，游戏也厉害。是他好，他好，你俩觉得？姐，感谢姐的夸奖。姐今晚上如果打得好的话，能给好好打，能给那个小魔来个五星好评吗？嗯，打得好的话肯定会给你好评的呀。OK 了，姐，多的也不说了。还是要你打得好。那必须得好评呢，不然到时候对我刚那把都输了。有些老板投诉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不太好了。不怕他，他跟你投诉多少，我都给你好评了。我必须投诉你、啊，你让你打得好。你打的什么东西？我怎么就不能投诉你、啊？我凭什么不投诉你、啊？嗯。哎妈，这大概轮有点东西啊，这大概轮。是有点难打，打不过的吗？你是能打过，能打过姐，这前面是有点。我可以，他呀，他刚刚说这话，他可不是跟你要什么好评啊，他这个人是跟你要照片的，姐妹。关你什么事、啊？因为我赢的话也不是不行。看到没有？拜拜喽，小盖伦，拜拜。哎呦，你看我搬了夜魔英雄，他就是一个废物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哎呀，不是姐，废物说谁呢？他玩瘸子，瘸子玩瘸子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姐，不是，我就问你，废物说谁呢？不做个拿捏吗？三三，废物说谁呢？说话呀！话我说谁？废物说谁呢？谁搭话我说谁？说呀！啊、你真的是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你这个嘴比以前厉害多了。啊，废物说你呢。喜欢狗叫是吧？行。夜魔，我要不要上去搞这个逍遥？姐不用不用，姐不需要。我也觉得。可以，但是没有必要，我觉得。你上把搞你，我还挺不好意思。因为咱们去脏他的时候，同样他也会来脏你，没有任何意义，懂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什么还要脏我们？没事，姐，我已经有人头优势了。玩游戏没本事了是吧？我有人头优势了，姐，没事。他来脏就是他们倒霉，我跟你讲，姐。哎呦，这两个人，烦死了！过。哎，我还杀了一个。没事，姐，别烦。那4090螺丝已经有了，姐，螺丝已经有一颗了。哎，打一个而已，就一个头。啊、这个怎么这个夜魔怎么又不动弹了呀？怎么还零啊零啊零啊？就靠补兵了是吧？补兵可不算人头的啊，夜魔，我跟你说。姐，你看看他，姐，这个人。八句型。这个人好恶心啊！不理他。你还不让人说话了？你别影响他，三将。什么叫我别影响他啊？他在我这边的时候，你去骚扰他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你怎么不说？你怎么现在还说我了？你刚才骗我的时候也没见你说什么。我骗你，你是自己非要让他给你选择权的。哎，我骗你了。他自己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。你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。不知道谁没良心，心机那么重，恶心死了，还扮人家英雄。本来就是，你看我把他英雄搬了，他就是个废物呀，他是不是个废物、啊？废物说谁呢？废物。扮你们英雄。你还在狗叫是吧？你给你两了。废物说你呢？废物说我，哎，对对对，什么意思啊？对对对，废物说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家、哎、不是猪妹吧？
不是你家平文还挺聪明的。朱美，你先撤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朱美，危险危险！哎，别别别！你拿那个人头去、啊！朱美，我哎呀，姐，我杀了姐！行行行行行行，你没死就行。哎，朱美真好啊！他也拿了一个人头。你别接他话了，他现在脑子聪明了。不是姐，我发现他这个人不地道，姐。啊，你别打理他。我是老实人，我是老实人，跟他不一样，姐。你又是老实人了。夜魔，你不会只会那几个英雄吧？像他说的那样。姐怎么会呢？全能。他不是吗？我看你就看他现在拿人头了吗？拿不到头，他就拿了那么一个头，哎，拿不到头，姐不拿了一个吗？这对面挺怂的，关键。死了，你看。这个阿卡丽是不是脑子不好呀？还阿尔夫凤是什么意思啊？实力单杀了。姐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姐，我也看出来了，这阿卡丽可能没睡醒。这一波不菜呀，不愿意承认夜魔厉害。这一波不是实力单杀吗？这一波不承认吗？三将这个丧良心的就知道搞我，太什么叫我搞你？你本身就是你自己啊，你自己想选他，你俩还在这研究，游戏都还没有结束呢，你就在研究让他把特权给你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是我厉害，这不是我让你自己选的吧？哎，也给我发了消息的，让我不要选，上当了，让我不要选，没给他捅死，这怎么捅死我？不让我选，你自己选。姐三个了，不让别人选，你自己选。你知道他厉害，你故意的。勾引他，喝一瓶娃哈哈，不急。哎，哎，能杀吗？哎，完了，那是必须的，姐。厉害呀！这个阿卡丽是有病吧？我又不亏，一换一我又不亏的。姐没事，我马上追回来。他两个了，我狂妄了，上路也死了，我已经狂妄了。李仙喽，李仙喽。他四个人头啦，小小的领先一个姐，没事没事姐，你要知道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姐，鸟先飞，懂吧？你得让笨的鸟让它先飞一下，对吧？不让它飞，不让它高兴一下，那怎么会开心了，对吧？哎，刚才领先的时候，慢慢刚先某人领先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自己是笨鸟先飞呢？啊，你别这样，就是、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你。他这个人心眼可多了，他以前心眼就多，现在比以前还聪明了，你不能这么搞。聪明不是好事吗？聪明。你看看你。好，我现在小心点。你是吃核桃补脑了吧？又杀一个喽。再拿一个头。怎么追呀、啊？你得拿人头，你就不能停。我知道，关键是猪妹一直来给对面，哎。这路人妈抓不到人，他一直来送。我有个人夜魔来杀他。来来来来，姐，我刚看到他了。看到了吗？在这儿呢。我在。没事，我先勾引他。我来了，姐。快来快来。好的。哦、这个德邦也是有病，他往那儿跑。哎、我给你来一个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不能杀了这个瘸子吗？这没办法，姐，他那个大招的话，我得进他的圈内才能打到他。嗯、我是射手，不太好。那我死了。嗯，要不要我去帮你啊？不用不用不用姐，不用。现在你已经落后三个头了，两个头了，你得赶紧。没事姐，我没死过，姐没死过。你死过有什么用？我看的不是你死没死过，我是要人头。好姐，看面板姐，来了。这不还差一个吗？那关键是上路就一个人、哎、漂亮姐，这。杀不了啊，他人不多啊。谢谢老板，都得不说了。你说我给你，我上吗？我给你搭水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谢谢我啊？你现在这样子啊？因为我姐不会压力我呀，我姐对我好呀。哎，你太心机了。我是不是让你自己选的？现在还剩我心机了？你可真是挺没良心的。可以。哎呦！嘿，别给他送了呀，这个德邦。这德邦怎么感觉这么肉呢？姐，你别去招惹这德邦啊，别去招惹他，那
让他去这去捅那个瘸子。我没有去帮他，我帮他干什么？我想去你那儿帮你。你不用去中路哈，你不要当我们夜魔的线。我来了，我能救你。哎，姐，拿我呢。瘸子捅死他。好奶，好奶，好奶，好奶。哇，漂亮，姐。姐玩的好，这一波。德邦都是有病的。这一波玩的好，不是对，不说了。我看见了，这那个德邦差点给他捅死，他闪现过去，给他加的。不是我姐，我这一波就没了。这一波我老板玩的好，没看到吗？肯定啊，肯定要救你啊！你也会舔个人了呀？怎么叫舔呢？我实这不我们这叫互相帮助，懂什么？这不实话实说吗？这一波怎么叫舔呢？那我救他，他帮我赢人头。我在，你别回啊！这不是实话实说。我在啊！回去出个装备，姐，回去出个装备。哎，我有大的。姐，来我。嗯，没有了，快杀他，快杀他！不是这个阿卡丽真是脑子不好几次，死了他还这样。我玩的好。这下好了，鼠标也有，键盘也有。玩的有点好。全换。我要换一个粉色的鼠标。几分钟啊？啥就鼠标键盘啊？马上让你吐个4090出来。我闭了。你看看落后几个头了？他八个了，你四个。我知道姐，关键是上路就一个人头啊，姐，你这我也没辙啊。你在一个人头，那你他出来你杀不完了吗？杨石在不在？我等一下去下路。弹幕管理一下，有些人搁这刷屏的话，有点影响直播了啊。等我把他单杀了，我就过去。管理。下路两个人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六级。我知道，我先给这德玛给他单杀了。我搁这哭哭杀人，不聊一些游戏上的，搁这哭哭教我怎么做。哎，我得重新介绍一下自己，对，我是什么冠军？又开始了，又开始说我是他什么冠军了。这个人头都可以拿的，有病啊！一天天的，我没三个，还差三个。一天不说自己是冠军，浑身难受，捅死他，浑身难受，真的。啊？不是吧？快走，走位走。哎。哇，太帅了！他伤害太高了，一枪一个，怎么瞄这么准？你是不是？姐，我射的准，姐。太准了。射的非常准，插个眼。你看他都到处溜达捡人头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下路了。我已经来了。他没看到。看到了，我看到，我去追他。来拿人头，夜魔。来了，姐来了！危险啊，危险！夜魔，危险！别跟着我，危险！给你吗？你小心被反杀了！哎，对，我又来被反杀。还有技能吗？还有技能？哎呀，行，没事。姐，你现在的话，以我的那个人头局经验，你现在可以直接送了，因为我现在挺肥的了。我在，你跟他打。等一下，姐，我要去把这个盖伦。姐，你现在可以给对面。送点人头应该是没问题的，但是我的建议是不要给阿卡丽送，别给阿卡丽送，阿卡丽起来的话，到时候随便秒我的。我去给这个巴德，就给他送，就给他送，我给他送，我再给他送一个闪电。哎呦，这个帮蠢的要死！你干嘛呢，哥们？别开大！哎，对，别开大，没有大呀！啊？你怎么还死了呀？他十个人头死了一次啊，你六个人头就死一次啊，又一个。啊，他割了，没办法，这猪妹给他送了两个，要不然他没这个装备的。他一走的，不然他肯定又死了。收集者，哇，对，收集者最好可以。你别去跟盖伦打了呀，你也不好打他，你去找别人打不行吗？盖伦那么肉，你去找个肉打什么？你看这个什么阿卡丽，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奥巴马，还有这个什么我这波辅助，你去杀他俩呀！好，我来了，姐。没事，你给那个阿卡丽多送点。哎呦，阿卡丽可以秒那个他，秒瘸子。我都没有看到阿卡丽，我就死了。哎呦，坏了！哎呦，
你看你养的爹，逍遥。啊？哎，没关系，给阿卡丽送也杀不了夜魔了。你那边的人好吵啊！你打个人头局，你就不能，你就不能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吗？哎、贵一点的吗？哦呦，已经最贵了，这不等你给我换显卡了吗？4090怎么样啊，三将？你觉得？你也配用个4090吗？你帮我赢这么多，我肯定换个好的呀。打死他呀！哎呀，真菜！他一直在拿人头，他一直在拿人头了，逍遥。不是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夜魔死的。你不是说办他天使和蓝刀，他不就不行了吗？姐，他这咋玩的？我哪知道他练别的英雄了呀？我跟他有很长时间没有见了。啊？嗯。真以为我们夜魔指挥能知道？人机，等一下他开隐身了，等他先出来。有闪，直接闪了，我吐了。直接买吧，无尽姐，我无尽已经出了，有点肥了。他怎么就16头了呀？很肥。姐，勾引一下，勾引一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哇！行，我勾引了。没事没事，他们俩都死了，姐，这波他们俩都得死。你别死了。Pure。给我。啊！不是你这个人头，你这个人头拿不到。啊！我这个破绽，哇，伤害这么高，你在逗我玩吧？这个人头没有，你都让他拿了。没有姐，我觉得他稳死的，我点燃都没有上。姐，我跟你说了，你是别人不要的陪玩，我点了你，你不应该感恩吗？你这是在感恩吗？没姐，我的，这波我的，这波我太自信了，姐我太自信了，这波我的。这都杀了，待一下。帅，我操，我给你个大。不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21个了。我跟他姐，我追一下。姐，送，没事，我追一下。我现在装备好。真他妈服了，我要去对面高地上跳舞，哈哈。直接给点姐对面，直接给对面。你这是给我丢脸啊，现在。先发育一下。我200刀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波我来了，这波我来。他那阿卡丽没有那个 W 烟雾弹。这两个人你能杀了吗？能杀能杀姐。能杀，这什么伤害啊？你没有血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来秀他，死给我。你拿什么秀、啊？没事，他也得死，死 ，nice。姐还行，你9个，他21个，他21个头。我知道啊，姐，关键现在我在追啊，我也在杀人啊，一直在杀呀、啊。买了个青玉，没停啊。那我可要他已经神装了。姐给盖伦送一点呗。神装了。盖伦的话，我可以封着他。敲个键盘。没事，他死了。杀我。他死了已经。哎呦，我服了，盖伦他都能杀了。还可以，你怎么杀个人那么慢呢？再有一个。不是三三姐，你不要这么急躁，三三姐，你看我怎么做你才能平静？哎呦，你给我拿人头啊！你看看他在这杀呢。哦，我确实在拿啊，姐，我也一直在拿。你9个，他24个。多你15个，操作一下，好帅夜魔，给他秒了，阿卡丽啊！我操、啊，什么伤害呀、啊？这是没看出来吧？25减9，16，伤害老高了，16耶！哎呦，比上把还多，16个。别急，三三姐，别急，三三姐。就是你不要着急、啊。你这个 W 放这么随便吗？你看他1枪1个了。哎，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
不是，是定主凭什么还是他的呀？我闪现了呀，闪现呀。哎，这个没拿到。没办法，解皮推塔。不是你刚才你定住，你怎么还能拿到那个人头呢？转角遇到信。难受我了。哎，没事姐。哎呀，这他妈也打不死他，什么东西啊？放个陷阱。因为我是奶妈呀。他28个头，28多你18个，那是18个。姐，我知道，姐，你平静一点，我在努力追啊，三三姐，你平静一点。姐，我也想平静啊，我不想丢脸。噔噔滴噔滴，28个头领先18个，怎么说？你最多能杀多少个啊？不到1000个。哦，不到1000个吗？999。那999，姐自己猜，不到1000个。那你能不能上个1000？啊，你上1000吗？你疯了吧？我说不到1000个呀。我还没见过，那不是得突破一下吗？要有梦想，对不对？两个疯子。我的梦想。哎呦，大！哎呦，他又一直在杀人了。我在了。我要换一个外星人的屏幕。不是，这凭什么拉得到人头啊？你死了！我要换一个外星人的屏幕哦。搞啥？你又死了！你又死了！32个了。嗯，没事，1000个太夸张了，赢100个我就很开心了。不是姐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这一上，这盖伦直接给我搞个沉默，我直接。那你就不要玩这种英雄啊，那么笨。嗯，还行。22个。这剑姬不笨，姐，这关键哎，我的，哎呀。我你看你笨的，你看你那个英雄笨的，他32个，多你22个了，这是多22个了。嗯、我知道姐，他现在装备他已经没有那个升，他已经没有提升了，我还有提升，他已经神装了、哦、啊，对我神装了已经，他没有提升了。提升，那你出来、啊，我现在买装备已经没有用了。你出来杀人啊！你等我等一会，我下件装备出个收集者。哎呀，他又 K 到一个。青，不是，这也叫 K 到一个，这不是凭本事拿的吗？这边给你送的。K 到一个。我管这五个都是我们的头。这个奥巴马你也杀不了他吗？死了。快走啊！死了。这还有一个盖了，了不用走，不用走，我可以奶你。你在草外回城。被打懵了呀！像我只能我不能往野区跑呀！我这英雄在野区的话，他们逮到了、跑不掉。怎么？得在中路打。什么呀？你这什么呀？你杀个人就死，杀个人就死！你在干嘛呀？你死了他就一直在杀人了。我知道姐，我真的在杀人啊！姐，你先别急躁啊！你等我装备起来再那个呀。这么厉害吗？你真的在杀人？你12个，他35个。姐，这个三将不是想要我拿100个吗？是吧？那咱得证明一下了。简而言之，他们挑。你证明一下，你现在想证明自己了？那必须的呀！我这老板配影呢，你是不配影呢？啊？哎呀！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打他呀！哎呦，我真服了。他打得死我吗？嗯。肯定挑软柿子捏呀。这还有一个，这出来一个。他打不死我，真的。你下吧，你能不能玩一个能哭哭拿人头的呀？不是姐，这把关键给他笨鸟先飞，给他飞起来了，姐。是我他妈之前遇到的没遇到你这么笨的啊！我之前的孤培都是很强的，你看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感觉，你玩的英雄也笨。这没有笨啊，姐，这不是笨不笨一说，这
只是他运气好，前面给他装备起来了。运气好。那他都起来，为什么你起不来啊？你看他打这个盖伦多疼啊！你看到了吗？他两下把这个盖伦打死了。五杀姐，潘塔 Q。哇，五杀啦！不是，是不是要翻倍？他五杀了。不是我剑都捅出去了，为什么不是我的呀？这什么剑啊？这加码包。说你右手也笨，你也笨。翻倍了，姐。翻倍了。我都不用买电脑，我还能买更多。翻倍了，翻倍了。可以买身小裙子。啊，你喜欢穿小裙子吗，姐？你是。你哪个女孩不喜欢穿裙子？我闭了。你俩是有病吧？五杀了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这溜达什么呢？你不补兵发育，你在溜达什么？潘塔 Q 了，就是潘塔 Q 的。哎呀，不就拿一个五杀嘛？那第一个五杀不是我拿的嘛？那装啥、啊？那装？你今天拿五杀了吗？五杀不就五杀？你啥时候拿了？不是，那第一局不是我拿了一个五杀吗？我看的不是你第一局。我看不是你第一局，这一局才算呢。行姐，我现在杀人，姐，我马上也拿个五杀给你看，姐。这他妈他都五杀翻倍了，你懂吗？五杀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第一局，第一局咋的了？帮打一打个小龙吗？42-14，28-28一手，56呢？56哎。你把你第一局的实力拿出来啊！他现在一枪一个人头，一枪一个人头，我这么保你，我都保不了。翻倍啊！姐，这关键上路一开始搞个大概轮吧，出个肉躲塔底下，我真的是无语死了。姐，给人都抢了，这个这个抢不到。我的 E 呢？这都抢不到。怎么抢呀？看他有装备，你什么装备？还想抢他头？这英雄搬的不行呢，你这。我E都出去了，他就那么一点血。运气好，姐，他运气好。一枪，不怪你，不怪你。三枪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你赶紧给我拿人头吧！你一直在死了，你现在开始一直在死，都死了七次了，他45个了，50个还要翻。我很想知道他们看到45，姐，他这局62，他这局装备起来了，这装备。我的装备落后太多了，姐。那你去补兵。我肯定要先杀人啊，这不可能先补兵啊，补兵有啥用啊？死。认识不清了叫补兵。哇，又开到喽。你就差一个破绽。他一会儿再给我拿个五杀，再给我翻，我真他妈服了，我就。他玩一个手长的，酷酷在那儿。哎呀。不是，他就躲后面，我真的是一枪死掉。你看他射程多远了吗？一枪坐定。怎么说？我不上。你为什么就不能拿那种某某杀人的呀？没事，他不上，我上。哎呦，我操！这个人头我必收的呀！我真的是。你怎么只会 K 头、啊？那怎么可能让你收呢？啊？怎么能叫 K 呢？凭本事拿的。肯定不能让你收。我这还不叫 K？不是，真的不长眼睛吗？这可这还不叫 K？ 总的人头写你名字，你叫他一声，你看答不答应？真他妈服！你俩真够恶心人的。真的怎么还不让拿头了？你看看你谁恶心啊？姐，今天的英雄猎人是什么呀？今天？姐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想一下。一枪。哎呦喂！两枪。别给他送了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是大眼。大眼。对，大眼怪。我射了。你要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！哎呦，我真的，我真。射。怎么还瞄我呢？有点坏啊你。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。姐，来我这，给我个大姐，我给他们俩都杀了，姐。不是，你看他就总能拿五杀，你这个表演才拿五杀，你告诉我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
他表演赛也没拿五杀呀，他不拿四杀了吗？你刚过来、哦、五杀，就像你说的，你平时半小时，哥没抢，实战三分钟有个鸡毛用啊！你告诉我啊，没抢，你他妈的醉了！不是姐，你刚过来给我个大，我就给他们全杀了，姐。我不是在半路被劫了吗？我不是被杀了吗？我都死二十次了。怎么感觉后面有人呢？我也死二十次，怎么了？你该死！哼，你不该死，你才该死。嗯嗯。大眼怪。对，你会玩大眼怪吗？打不动我，打不动我。别跟我说话。五十二。我先回家一下，先买个装备。妈，走路怎么都走这么慢啊？他妈走快一点！我真的是，我就说你选个英雄也笨，死笨。你应该把阿伦喊过来啊！赶紧的。这这这！你这不喊他怎么玩啊？我在想他了。哎，这怎么是我的？我真的是抢得好。有加速没姐？给个加速、哎、别给他加速，给我加速姐。三秒。哎哇啊，什么东西这么枪啊？我不打我不打，我不能打，我一打他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、哎、人家在这打，你在这炸着。他不往塔下跑，往野区跑啊。没看到。嗯，姐，这个夜魔刚刚说的那个阿伦是谁啊？姐，你还打听算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哥们儿，等阿伦要找你麻烦了。问一下，你敢接他的单是吧？不是，阿伦是谁啊？你有毛病吗？哥吗？还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给我拿人头就行了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家老板的话喜欢跟陪玩处对象的，好吗？啊？你要好好表现了。啊、那个阿伦是三姐的顾陪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一枪。哎，两枪。不是，哎、呦那肯定有关系啊！这拿人头啊！你家老板的话，没有落后哥们儿，哥们儿，你落后的时候，你喊他一声宝宝，他可能就会舒服一点，因为之前那个阿伦也是这样的。你别恶心我啊！你嘴怎么那么臭啊？对，你现在不落后了吗？你现在游戏上面，你同样也追，你在这个情绪上也得安抚一下你的老板呢，对不对？姐，这个夜魔他说是真的吗？姐，姐，其实我也行。你有病吧？我觉得你行。不是姐，其实姐，我跟你说秘密，我有八块腹肌，姐。八块，你他妈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这些话你私聊说不行吗？你非在这唠什么？我要人头。啊、私聊说，啥意思？你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，你还是有用的、哦、这个。都私聊说了。19姐，那行，那私聊也行。你给我拿人头。那姐你得多看看我啊！我也喜欢跟那个叫啥？我也喜欢跟老板谈对象，姐。你有毛病吗？哦，不对，不是姐，不是姐，是宝宝。啊！你是不是神经病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来，没事，我帮你。你是不是跟那个野猫一样有什么毛病啊？我怎么没有姐？这关键是前面确实被那个盖伦压制了一下。他这个大好烦啊！你现在压制他56，他56的。姐，我来了，下路我来了。你会不会算数？我问你会不会算数？哎呀，他伤害好高！我会算数，姐，没用，我在杀人，没有用。看好了，姐，别眨眼。哎呀！被他反杀，啊，你绝了，你真的。他好肉。我 Q 差一秒 CD 啊，姐。他能扛三枪。关键我也是想让你开心一下，我也不是一点用没有啊，姐，我也需要你鼓励、啊。盖伦怎么这么肉呢？蓝盾加15，太肉了。你看看人头落后多少个，你还让我鼓励你啊？肯定啊。啊？那不是你人头落后多少个了？你算一下。咋卡你这么脆？不是，我知道我人头落后挺多的，姐。那不是这夜魔说叫你宝宝你就能开心吗？
他在上。你听他的呀，你是他的陪玩啊。关键是我想让你开心一下，姐，我不想让你这么生气啊。真的吗，三枪？那我也叫你宝宝。啊，你也叫吗？不是说叫他宝宝就开心吗？姐，你别叫。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姐，你叫他宝宝。我叫能开心吗？看他不开心，我想让他开心一点。反正我挺开心的。姐，你肯定开心啊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我们现在拿了一个五杀，肯定开心哦。就是还领先这么多，不是叶光，你挣那点钱够看病的吗？再说啊，肯定过来杀人，不是谁有病？你说我再杀，我再杀，他有病，姐，谁有病？知道吗？听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吗？不用搭理他，你看我搭不搭理？我叫你宝宝，你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姐，宝宝肯定开心啊。那我你们你杀个头，我就叫你一声宝宝。啊、你们能不能不恶心我了？杀一个头就喊一声宝宝，杀一个人我就叫一声宝宝。对，哦、哎呦我擦！我毙了！哈哈，别生气，宝宝，三将宝宝。哼哼，别恶心我行吗？我也开心。谁能恶心过你呀？你还在这边阴阳上了，我真的是，哎。你又扮英雄又炸人的，谁恶心的我？我扮英雄怎么了？又扮英雄的？一开始说不是搬英雄，不是游戏允许的吗？游戏不给搬英雄吗？你搬呗，搬了也没用。你看，搬了我们也能赢。你搬呗，你看这头还是我的。你这个也拿不到，你最后那一下 Q 呢？你就打了一个破绽啊！姐，我 Q 差零点一秒。宝宝，姐，就差零点一秒。21个，60个，39个人头。粉色的电脑39×50，你知道是多少吗？夜魔宝宝，姐，我知道。跳，怎么这么可爱？姐，我觉得我听你这声音，我猜你应该是属于是那种萝莉型的，就听你这个声音。对。你就说我猜对不对？我就是挺矮的，我是约德尔人。哈哈，那女孩子约德尔人可爱啊。该说不说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我小小的露露。露露，你长得像露露啊？那你能不能杀？不是长得能杀能杀能杀姐能杀能杀，别急，给我个大，体型像露露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擦！体型像露露，哦，懂了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我他妈吐了！我个子像露露。哦，个子像露露，那脸的话像不像露露呀？脸？他脸像厄加特。你管他像谁呀、啊？你给我拿人头去！脸像厄加特吗？你才像厄加特呢！厄加特是男的。这陪玩没有情商了，姐，真的。就是，我不是老板呗。你这样说，以后我也不会再也不会点你。我好歹刚才点过你呢。对了，不是你，是你把我抛弃的，情商有点低了，哥们儿。不能这样说。你现在也知道了，厄加特都来了。你现在也知道你跟他们聊什么？你跟他们聊什么？拿人头！我在杀，姐，我没有聊，我真的在杀你。你一直让我拉人头，关键这人头我刀抬起来了，砍下去他不死啊，姐。你别跟着他走了，行不行啊？你去自己拿人头不行吗？来个红 buff。这不是我跟着他，是他跟着我啊，姐。哎呦，真有毛病！我夜魔宝宝真棒，这不知不觉对你夜魔宝宝肯定棒。K 头怪了不棒吗 ？K 头怪你不 K 啊？本来就是我们的头。哎呦，你不抢啊？我反正没 K 过。你没 K 你输呗，你看到没 ？K 不我64个头，不像你闪现二塔 K。哎，不是我64个头全是抢的。对不对？三个人给我杀了。你人头加助攻，你才40个，我全是抢的。那对啊，你看这头也是抢的。那你不就抢我40个吗？啊，就抢。那这头不是抢的是啥？你看这球也抢的。你聊起来没完了是吧？来继续抢啊！怎么抢不到了呀？你也拿不到。哎呦，还打三枪！哎呀，哎气不气？学会了没有？不是这个破绽，他能刷到后面去？不是，学会了没有？他不刷前面这个破绽，够你学一年了。等他大招结束了，然后打的他。你去跟拳头说呗，你去跟策划说呗，让他刷你脸上。来。他姐，他这个真的是他运气好，他那个破绽刷前面，那绝对是我的头。运气好了，对对对，他运气好，他67个头，你23个头，你运气差是吧？那我运气是不是更差？我点儿被我点你。
嗯，宋江，你这实力好吗？聪明。不是姐，关键一开始你说，把他男刀天使搬了，他就没啥用了，我就比较一枪，比较那个就是懈怠了，选了个剑姬，你知道吧，姐？哎呀，人不行怪英雄呀。没给他放眼里，姐。关键你说把他的俩英雄一搬，他就没用了，他废了呀。我哪知道他练英雄？你怎么还怪上我了？你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他一会儿怪你，一会儿怪我的，哼！我来了。你连个 ADC 都杀不了吗？我没有怪你，我在杀啊，姐。哇，哎，哦，我还以为是你杀的，我给你照一下，太帅了，宝宝。啊？谁的宝宝？他宝宝杀了，我的天！太帅了，宝宝。真他妈恶心我！哥们儿，你也喊他宝宝。哎，他不要死了。怎么？你说别生气，宝宝，不要生气，我立马给你拿头。嗯，别那个叫什么姐，别生气，宝宝，我给你拿头，宝宝你拿头啊，你宝你有病吗？你听他的，哎，你别恶心我。这样的条件下，姐，我们领先了几个了，我真的在拿头，姐，我们领先几个，我真的在拿头啊。哎，可惜你真的在拿头啊，26个人头，26。啊，也不错，也很多了。你看他多少个？他69个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眼睛没问题吧？能看到吗？那姐，我从九个人头啊，不是，我从九个人头追到26个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这短手英雄啊，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就这个水平吗？不是这意思，关键是英雄问题啊，英雄机制问题。姐，你多高呀？那个可儿姐，我1.55米，我让你选这个英雄的吗？太高了，姐，我不是跟你解释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喽？解释为什么选这个英雄？我太矮了，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班人都说我太矮。啊，还有说女孩子矮的吗？应该不会吧？都说我矮冬瓜。啊，那你那。他还有个烟雾弹，他凭什么有烟雾弹啊？女孩子可以穿高跟鞋的，没关系。你真的是在逗我玩一样。像这个26个头，像那个33也喜欢高跟鞋的。哦，不对，他43个，超你43个头。我的才华。他超了你43个。我知道姐，一开始不是超我感觉是4个，也不是3个，那是43。我知道姐，我看着点，我马上追回来，姐。啊，是在夜魔，你这个嘴巴是不是没有个把门的呀？怎么了？我说的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造谣我呀？我说的是伦哥，我也没说你。我说伦哥爱高跟鞋的，别当我面说恶心我。什么东西高跟鞋？姐，有毛病。那个，你不喜欢穿高跟鞋吗？那可儿姐，那个打完这把，我能问你要一张照片吗？就打完这把。可以。真可以。能杀到100个的话，我就给你看。超级。跟我去杀人。超级好看的，行，100个少。你现在装备成型了吧？成功了吧？行，那我争取拿100个。行，我有动力了。瞬间有目标了，现在。也差的不多。也就差30个，差30个头，很快，打几波就有了，非常快。怎么都去我们家了？那我要拿头了，哭哭拿头了。这奇怪，1.55米他能有什么好看的照片啊？你不懂，你不懂。谁说1.55米没有照片？怎么了？我只是个子矮，我不是没有腿，好吧？就是人家只是个子矮，1.55米跟没有腿有什么区别呢？胡说，我脖子以下全是腿。你这就恶心人了，你这个上升到人身攻击了，你好恶心啊，33，真的。就是，你多高嘛？我什么叫恶心人啊？他本来他自己说他自己1.55米啊。1.55米咋了？他有什么东西可看呢？可以看呢。瞧不起的，我能看得多了。就是。能看啥了？我老板是童颜巨乳，你在说什么？那你又知道了。我毙了。他脑袋都大是吧？比你脑袋都大是吧？你看看你说话真的是。你脑袋太大，你是大发明家。没有啊，这不是说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，童颜巨乳啊，我就说比你脑袋都大。
怎么了？有什么错吗？不夸你吗？好肉啊！比你脑袋大，比你脑袋都大了。你过来拿人头。你看，这都抢不到。哎、我刚到，姐，我刚到啊，姐，哎、这玩意，哎。你刚到，你刚到，那你刚才干嘛去了？你刚才干嘛去了？你刚才干嘛去了？又抢到了宝宝！我操！可惜，哎，我短了一点，短了一点，我在致命发财。宝宝腻不腻？哎，对对对，承认自己短就行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再短的话也比某些人只拿28个人头强呀，怎么办呢？说了半天，你现在才拿多了2个人头，没办法。拿多2个节了，关键我在拿，这确实在拿节。你确实在拿，半个小时给我拿2个是吧？多拿点头吧。拿3个了已经。这个叫做72个，这肥啥叫啥来着？姓是吧？我叫逍遥，你记住，我叫逍遥，你记住。逍遥。你别跟他们聊天了，你好好拿人头。你现在还缺钱吗？你还打野怪去了？逍遥，那关键没有人啊，有点逍遥法外，你地图上看不到人。72个。你好幸运，逍遥，没有我了，你能去找他吗？那我肯定逍遥法外啊。都没有我们夜魔宝宝温柔，你太凶了。哎。给我死了！哎，你死！我操！漂亮。不是姐，他这把至少 K 了我50个人头，姐啊，50个头，你连助攻都没有50个吗？睁眼说瞎话。他 K 你头，你自己不会拿吗？睁眼说瞎话有一套啊。我啊，宝宝他打我，你在打他。哎、好嘞，姐，看我表演。死！哎，好变羊。让你杀我。好变羊。姐好变啊，谁杀你姐？这么多人，你就拿到了一个赵信，就这个赵信是吧？那对啊，姐，行，对，一共上来就捅我，一共2个人，姐，捅你吗？这行，我那忍不了了，我必须的，必须替你报仇，必须。哎呦我他妈的，你看到没有，姐？干什么了，宝宝？什么用？姐替你报仇了，哎，开大，我就专门闪现就打这个赵信，其他人都不带打，看到没有？真他妈的死了。嗯姐，这没办法，他装备也起来了，那后面一人拿个头，那不好打，这真没办法，姐，除非他先死。75个，还差25个头，还差25个头。哎，哎，嗯，我的剧场，姐，门市后面还有希望了，我嗓子都要喊哑了。你才31个头，他75个头，44个，差44个。哎呀，我们有别的目标呢。现在领先你已经不是我们的目标了，我们要拿到100个。这儿有人头，你别溜达。我没溜达，我过去了。哎呦，这人出的啥呀？这不杀了吗，姐？哎、可惜。隐魔刀。现在对面好像有点肉了。小心，没事，还是几枪就给他杀了。哎呦我他妈、哦、你帅宝宝，你又在溜达，看到他在杀人，你就在这溜达。我真在杀，我真在杀。宝宝你别生气呀、啊、我给你看腹肌。你叫谁宝宝呢？我叫你学我呀。你叫我宝宝干什么？你有毛病啊、哎、我操，走位走位， nice， 好走位，得吧，别走了，回来。哎呦，这个人都凭什么？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我回家杀你杀这个，你还给我装上了？我给他杀了，姐，这人头不要白不要啊，这也得要啊，姐。我合计，我是真服了。Yeah. 哎呀，出不去了！别服。三宝，我给你看腹肌，我有8块腹肌，你先消消气。我稀得看你的腹肌啊！你看他都叫他宝宝，我也想听。什么腹肌什么时候都可以看？姐，你也想听吗？我现在是要拿人头，你先拿人头行不行？想听我喊你啊？我知道，有一点羡慕。我再拿人头啊？那得加钱，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。嗯。我都叫你宝宝了。那得加钱啊，那姐。你这个涉及到，这个。
你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拿人头啊？姐，我这已经在想办法，我想破脑袋了，都已经，我那个剑都砍不动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剑提起来都砍不下去了，你懂吗，姐？那你能不能换一个别的英雄啊？打电话来了，拿人头快的。喂，怎么了？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。哎，我这个人头不行，太短了。哦，什么玩意儿太短了？姐，太短了，不是我说的，是他说的。啊、他说他自己短啊，跟我没关系。姐，会了会了，被他听到了。一半，九十。那宝宝怕是不能喊了呀，在盯着。能追上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电龙魂。打上电，你都要被打死了！哎呦我操！打上电话了，这多吓人、啊！不是，急了急了，姐，我急了。我应该先 W 的，先 W 再 Q 的。我不管你先什么什么这个技能那个技能的，我只要人头，我只要人头。嗯，行姐，你别生气，消气。你实在不行，我再叫你声宝宝呗，你别生气，宝宝。你别恶心我。一枪，行。两个恶心我都不够是吧？一枪，还得加个你。一枪。宝宝怎么没恶心你啊？多可爱，没恶心你啊，姐这。这是巨婴吧？不好可爱，要不了。怎么会呢？那刚才夜猫不说了吗？叫你宝宝你就高兴。看看照片没问题的，这是能理解的。看看照片嘞。别恶心我。坏了坏了坏了！姐，手下塔呗，没了手下塔，我可没有。起来了，姐。怎么？快、啊、复活呀！怎么还复活？怎么还有六秒啊？快一点！他杀完了，triple Q 了，马上我出了，我刚复活，他四杀，别，哎呦我操，我凭什么这个，我这破绽还能刷行不行、啊、刷背后，不是，姐这破绽还能刷背后啊，又翻倍了，你怎么就跟刚才那个什么上哪你也行不了，嘴上功夫是吧？没有姐，这破绽刷的不好啊，这。这游戏针对我姐，今天这个盗梦宝宝别吵了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夜魔宝宝，五杀你不激动啊？我刚才守塔呢，刚才都没时间讲话了。家都快没了。叫我宝宝嘛，我一直都叫你。你看逍遥，你看一下落下多少个人头了？嗯，就一声吧。我都叫你半天了，我看了，我看了，姐，这落后多少个人头了？姐，先看一下照片吧，姐，我先看照片，我再说呗。你叫了我就发，你还没杀到一百个呢。哎，我叫的话，我还差17个，我就18100个头了，别急，不要急。你不用杀到100个，你叫我一声，我就给你看好不好？那我得靠实力啊，姐！你刚才给我定的目标100个，你33个，你给我定的目标。宝宝，我给你看多少个人头，这是50个。别的，你别画饼了。姐，这我马上再追，我再追。会画饼的。什么别的呀？姐，这不追回来一个？啥别的呀？你想看什么类型？我烟雾弹没了吧？啊？我都可以啊。我真是醉了，主要是你给我发什么呀，我都可以、啊、我发了你还要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会要的呀。哇，这阿卡丽怎么也起来了？你叫一声我就发给你。这阿卡丽你发啥呀？我都不知道你发什么、这个瘸子啊，我他妈也很不理解，想什么我就发什么。等一下啊，操作一波，姐你看我看我操作。哎，姐小心、啊、小心。没事没事，他打不动了，他已经打不动了，看到没？他打不动这个盖伦了。盖伦他本来就是个肉，他端一下没事勒死了吗？我后面是真实伤害。你看我后面是真伤害。盖伦怎么死的？啊？又五杀了吗？啊？哎，四杀姐。还有我打不动盖伦，凭什么？我1255点攻击力，我打不动盖伦，你在说什么东西？你没听懂？没听懂在说。34、87、87个。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还有两个五杀。叫一声，叫一声，叫一声嘛！夜魔宝宝。哎姐，你这么说话的话，是顶不住了，真的。
你咋这么爱撒娇呢？你就叫一声嘛，叫一声又不会怎么样。哇，我真服了。你咋这么爱撒娇呢？你看你叫我，他们也会不开，他们会生气的。你叫一声嘛，多好！你叫一声我开心，他们还不高，他们还生气，多好。还差13个头，等我看了我再喊呗。你们俩要腻歪，滚出去腻歪。啊！你看他羡慕。我去，你是不是想阿伦？我恶心都恶心死了，还羡慕他？应该想阿伦了。你又在溜达什么？联想到了。你又在溜达什么？给他死去的回忆已经联想了。姐，你别想阿伦，我也是姐。有毛病吧？我87个了，怎么？三剑，我真羡慕你呢，你的男配都叫你宝宝，你看我的夜魔宝宝都不叫我，我好难过，我都要哭了。我能不能追上？现在能，姐，你给我个加速，给我个加速，姐，给我个加速。你不是哥们，你搁这干嘛了？装啥？这个能杀吗？姐，你得保护一下我。你先走，你先走。完了，我也得。我往哪儿走？走不了。我这不是跟着你吗？好嘞，好嘞。是他的一个阿伦去，你去就是我一辈子是吧？太会撒娇了。那你叫我宝宝，我就保护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操了个地界！不然我不奶你。哎呀。撒娇女人最好命了，医生嘛，疼我你，快打他们！我他妈的到底怎么跟着你走？你能给我把人都追回来啊？你这35个，小心，87、35，这个减速为什么这么狠呢？要了，哎，我真的他妈的真服了。我们这边一个龙没有，要不实在不行，我们实在不行，我实在不行，我给他推了吧，姐。推个毛线呢、啊？推了，我看什么照片呢、啊？推了七推八推。姐，他那个，推了，姐他那个上把恶心我嘛，他上把他领先，他直接推了。姐，你推，给他推了吧。你推，你现在推，你有能力。你看你的兵线。你现在能推，我都佩服你。哎，他偷家了。没事，推偷不掉，姐。快杀他，宝宝。跑得好快！操、啊，还差九个。这盖伦在他眼前跟个纸人一样。姐，这盖伦在我眼里也跟个纸人一样、啊，关键他每次都是3-4个人群殴我。我不是人吗？我没跟着你走吧？你现在就在怪我吧？2000。没有，姐，关键你没啥太大作用啊。我没用，你有用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姐，你那个露露只能套那个护盾，那个奶妈可以给她奶。你这个塔你这么过去她也推不了啊，没有兵线她推不了。这个就很烦了。没事，我去她高地上找人，你跟着我。宝宝。喊谁呢姐？喊你喊谁宝宝呢？是你呀。还能喊我干嘛呀？我什么时候成你宝宝了呀？你玩这么厉害，玩的兵线是你说的吗？不是我，姐过来给我个护盾。不玩的厉害跟宝宝没关系。你还喊我高手，你就开心啊！你看喊我是高手，开心啊！910个头了啊，91个头。我明白，不喜欢我还走吧，快走吧，这不你能推了吗？我得看完照片再考虑。没有肯定要推呀、啊，姐，这不推这。你这么推他能推得了吗？他没有兵能推得了吗？我问你，就是不喜欢我喊你宝宝。没兵也得推啊姐，这玩意真得推啊姐，这把，哎，这把给我干的我头都晕了。兵都真笨。哼，怎么说？收塔。哎，剑姬怎么又在送呀、啊？他是不是那个发现推不了塔就给对面送，让对面推咱们的塔、啊？完脏的是不是？哦，好像还进去。哎，两个这么杀都杀不了你啊！我操了个 DJ！ 你还不死？坏了！哇，终于给他干死了！坏了！再一路线过去把塔推了。坏了！姐，等我复活，我20秒复活。杀不到100个喽。没关系，你要是想看你叫我宝宝也可以的。宝宝给我发张照片可以吧？可以。为了兄弟们，相信嫂子应该也可以理解的。
因为我确实没有拿到一百个，兄弟们肯定那个肯定能理解的，主要是为了要照片呢。行，嗯，没毛病，没关系的。姐，我喊了、啊。别管这些兵，别管这些兵，别管这些兵，我喊了，让他推了，让他推了，让他推了，别管兵了。你个死鬼！啊！原来叫我，别管兵了，叫发照片你才叫宝宝。啊，是的。主要是为了直播间的观众们，看不到。哎呦，我他妈我看不看都无所谓，还在这清兵线，你这样清。不管，没办法了。本来想那个通过技术来要，要不了了，没办法。可惜的，还想看杀一百个呢。理解了，必须得理解，嫂子也能理解。你好吧，你也奇奇怪怪的。我来了。敌军还有三。你来啦，我也不跟你吵，反正我夜魔宝宝很厉害。等着输吧你，哭鼻子。我并不争先。那以后就不当姐妹了呗。你那么心机，跟你当姐妹多累呀、啊！你跟我说的好好的，我还答应你，我都不选了、啊，反手就选了。你怎么？那你还是想让我选那个十几个人头的那个？那怎么啦？那 你自己说的都不选他呀？我赢你，我也没有赢你几个吧？是吧？我赢你没有赢你几个吧？只能说我看人眼光准。嗯。是不是可爱，你刚开始不是选的我吗？是他说的客人看人准吗？我不是一开始想选你，是三将他发消息告诉我不要选夜魔，我本来就要选夜魔的。不要选我干嘛？是你自己也在那说，一直让逍遥给你特权，就是你自己说的。你是当我们龙吗？两个当事人当着我面说的。怎么杰还跑过来上单啊？这个杰怎么卡杀？我还愿意打劫呢，怎么是卡杀中单啊？好恶心啊！他给谁是他自由吧？最后给我了，是他的，是他的自由吗？啊，不是你说的吗？不是你威逼利诱的吗？我哪威逼利诱他？你现在说这个，你现在说这个，我的天啊！要给我，你也好不到哪去。哈、啊，承认自己坏了吧？你凭什么跟我装啊？嗯，对对对，我坏了，我坏了，杀了，我坏，我让你赢了160个头，对，我坏死了，又杀了，啊，杀了，单杀了，无情单杀，他已经开始拿人头了，先避一下，我知道，姐，这中单英雄给我跑上路来，这怎么了？那卡莎还是下路英雄呢？朝毛飞至已然前行并不等同于逃避你方向，这么快就杀了啊？夜魔这么菜吗？你拉平啊，不，那个杰这么菜吗？这怎么还练了一手潘森啊？这英雄还需要练吗？这不有手就行吗？只不过是我们的造影，适合没脑子的是吗？跟你一样呗，姐，潘森这英雄无脑，确实无脑。怎么能无脑？那 W 坐上去一顿搓，英雄很厉害的，好吧？好肥，卡莎不好打。哎呦，这么点小我还打不死他，我真服了。好杀吗？你这不是好杀的吗？你不是也能杀他吗？你管他哪个打上路呢？能杀啊，姐，关键是刺客上路。我知道这刺客上路有点恶心，杀是能杀，姐。小啥呢？小啥呢？我一会儿去帮你。别，前期别来，我去帮你留。我也来，不是能跑吗？我六级，我上去帮你控塔留他。回家了，姐，你又杀了？不用不用，他两个头了，他两个头了。买一个，我知道，姐，我你就把他杀了，你这么厉害呀？这个人也太能吸了吧 ！AD 打不过我，没事，他身板太脆了。
扛不住。我说真的，我以前点的陪玩都没有这么厉害，他们有时候赢也就赢上个七八个，但是都没有这么多。今天运气这么好，哎呦，还是得多亏了三将呢。不是胳膊装啥？说你难不难？塔底下给我跳舞，说你难不难受？啊，就这一套直接给他秒了。姐别叹气呀、啊、叹啥气，我在杀。他总是在领先你，我知道你在杀，你总是在让他领先你。关键他那个英雄就是克制 ADC 啊，他英雄克制没办法。又是英雄克制，怎么那么多借口呢？我这一看呢有点耳熟，他上半打不过也说是英雄。那我什么时候打不过啊？我不是在打吗？我不把对面单打两次吗？那我这英雄太会选了，是吧？就是会选英雄也是一种能力，好吧？对，我这英雄选的也太好了。那跟你选英雄有啥关系？不运气好吗？对线对个卡莎，怎么能是运气好呢？成、哦、运气好了，现在又是运气打过，就说明是人家实力好。为什么就是不承认技术呢？每天的黎明。姐，我来下了。你好好拿人头，你好好杀人。他每次都领先你啊，现在又前面就领先两个，你还跟我说这是什么前期英雄？飞龙在天。哎呦，怎么还过来抢人头？你能不能离开我下路啊？离开不了呀，我得抓人呢。要离开。得抓人呢。这是我的下路。搞什么飞机啊？这怎么来三个人是？啊！你在中路，去上路，你也不说。我为什么要说呢？我为什么报 miss 呀？凭什么？又二，这就是你游戏里抓他。凭什么要报 miss？ 你说一下。不是，姐，这一见面三个大汉在那边。我来。我去上路。还让我报 miss？ 想什么呢？瞄准天际。这就是你的电子竞技精神是吧？就这样是吧？你的电子竞技精神就是看队友被脏了，然后呢搁着骂队友，对，骂骂被脏的那个人，是不是？啊？想道德绑架我？不用理他，就是这样，他很恶心的。哇，伤害好高呀！说我在帮你说话。哇，潘森已经、啊、你现在你俩还在一块儿了是吧？潘森已经成为我的一个。我肯定帮自己的陪玩。拿手英雄之一了，伤害有点高了。就是，这都杀六个了、嗯，一分钟一个。姐，这把给你表演一把，啊、刘盘森，怎么出装来的？我都忘了。我好像知道扛着音箱的那个是吧？啊、你怎么又回去了？他上路没人啊，他刚出来啊，他回家出装备，我也得回家出个装备啊，这才平衡啊。我害了害了，我操，仙人跳！好恶心，这个人好恶心。这大虫子搁这钓鱼，草里有个大，他六个了，搞仙人跳是吧？有点忍不了了。不是我寻思看了一眼，这把游戏好像也没有大虫子这个英雄啊，那不大嘴吗？英雄都认不全，大嘴不是虫子吗？我懂就行了，他是毛毛虫。毛毛虫、啊，姐，你死了，姐。我怎么死了？我哪里死了？破败就可以，我出个破败。哦、没事，姐，他我说错了。怎么出装了？那个他死了，我说错了。嗯，我他妈活得好好的，你咒我死了？没，不是姐，这不是我咒你，姐，这你吃了那个他一个大招嘛？我不寻思着，对吧？那你就杀他，让他秒不了我，让他出不了装备，秒不掉我。对他死了，他潘森是质检员，知道吗？这英雄很难对线，我来下了，全图飞。射手才是质检员，潘森也算一个质检员，不屈之枪来了，还不走吗？你别拦我下路，能走吗？我的下路。哟，你小子，小心死！哎呦，他们这俩人这么菜吗？
这俩这么菜给你杀了，那你是不是更菜了？机器人来了，我没死。戳，嘟嘟嘟嘟嘟嘟，砰！哎呦，哎，哎呦，菜呀！菜，这不是这上路就一个，这他妈下路怎么风生水起呀？这我也得去下路了，姐。破败来一个，你。才杀三个呀，这个 OO 的话是直接红怒 W 姐，我马上就去下路，姐，我都不知道怎么 OO 起来了。他到处杀人，你也去走着杀人呀，扛着音箱的盘子。行，姐，我先给这个人给他杀了，然后我再去动起来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欧不了了，欧不到，欧不到他，姐，很烦，欧不了一点。能杀吗？能杀，能杀，能杀，他死了。鞋子借给你。欧，我要给你买一辆鞋子。给我跑跑！能穿情侣鞋怎么样？十一个头，操！情侣鞋？什么鞋？我们两个鞋子都一模一样。姐，我能看看你的脸吗？刚才没看到你的脸。不用做针眼，姐，我马上去下路了。做啥针眼？看你这把。得看我这一把。看你表现喽。我这一把表现必须是非常亮眼的。太好了。这有人，这有人，能过来杀吗？杀不了，杀不了，姐，那剑圣杀不了。我残血，他开个大我就没了。我可以加血。真杀不了，姐，我这上去就是死啊，姐。哦，这个对，呕死了。这个叫啥来的？哎，他一直在杀人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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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很烦，没办法。怕死了，13个人头，4个人头，这开局11分钟，你就差了几个头，差了9个了。哎呦，太没办法，我们领先一个音箱，你懂不懂？不是。不是姐，关键他这个中路这条线，他离下路近，他前面可以直接去下路。我们开局，我得发育一下。我们开局领先一个音箱，听到没有？啊哦哦哦！开局领先一个音箱，学会了没有？我是真他妈服了！那你们怎么讲啊？领先一个音箱。又一次坠落。撕给我！中路还有一个人呢，去杀，去杀。OK OK， 我马上去，我现在就去，好吧，姐。哎，不是，是野生剑圣，你装啥？我们能飞。哦不，还有，你装啥？抢那人头，去抢那人头。我来，别，哎，别，潘森，危险，快走！我操！危险啥呀？还想可以投？这实在没办法了，姐，我这波杀两个，姐。你跟你老板一个样啊。六个人头，这半路遇到个野生剑圣啊，姐，这剑圣是不是又要回家？不回家，我等那个对面上线，姐。嗯，他又去下路 K 头去了。我来了，我一来下了，怎么说？我在。哎呀。哎，不会上，姐，他把你喷死了。只会躲塔底下，两下就把我打死了。没事，我杀。哎，仙人跳，你小心，草里肯定有人。我直接开E抵挡，信不信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就是王者的意识。哎、这么神，你能过来吗？帅吗，姐？等一下，姐，我先，我来了，姐，直接预判。你再撑一会，我来了。直接预判他开E。啊，他等呢。啊，那不是人吗？他不是在线吗？你都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还以为他挂机了呢。他又这样玩，这末日好恶心，好坏。这末日有点恶心了。每次战败，我都绕着这座山奔跑，细节拉满了。他上路，他中路、下路一起去拿人头。我来了，姐，你先别说，他别说，我来了，先走啊。哥们，哎，对，先走。哎、啊！潮毛，这个 Q 凭什么？你为什么连个头都 K 不到啊？怎么了？他那个强化过的 Q， 姐。
不是你开个大别跑啊！为什么他每一把拿的英雄，你都会找英雄的借口？你告诉我，他英雄能杀？哎呀！这怎么做？没事，姐，我也去下路收人头了。高了，伤害飞下来 K 头。我们也来了。哎，你要死了？是反杀了？不是吧？你，哎，你要死我可死不掉。为什么他能杀呀？差点被反杀。这，哎呦！我这稻草人妈还骚扰我回城，我操！青虫得做还闪现，这稻草人怎么还有个闪现啊？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逍遥都不像王者，你看你才是真王者。逍遥，一下子就能猜到那个末日在草里，他去了还要被反杀。王者的意思。真他妈！他一直在杀，他又一直在杀。他20个了，6个。没事，我现在从复活开始我就住下路了，好吧？20个了，我住在下路。下了20个了，加油！夜魔宝宝，你住下路有什么用啊？你又杀不了他，他还能给你反杀了。能杀姐，这关键他那个稻草人没闪现，他刚刚闪现过来勾着我。我要勾过来了。哎呀，好勾呀！他又想站，去快去快去！我在。跟你讲，我很会抓娃娃的，因为我会玩机器人，就玩抓娃娃。抓娃娃吗？再抓一个，姐再抓一个。哎呀，好能抓呀你！哦、去，抓一个我都开大上了，这，哎。哎，后面。我看到了，姐有加速没 ？Nice， 好大好大。对呀、啊。这边，可惜了。你别顶他，你让他去顶。等一下，小兵。哎呀，我在扛塔，坏了。我走了。没事，等一下，我帮你把它勾过来。哎，你别扛塔呀！没事，我杀了。啊？这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。哎，小心。没事。打野在扛塔吗？扛塔了，你去帮他扛伤害，他拿人头啊。不是，我刚一开始是打野在扛塔，打野回头了一下。打野回头了一下，变成我扛了，我伤害有点高了。战斗下去。我看不明白，我看不懂吗？8个人头，24个人头，他超你16个人头，比上把还快。嗯，很肥。这把能比上把破纪录吗？破纪录，破不了。上把是多少？91个。哇，这真的是。可以。你看他几件装备了？我相信你。你才做了1件2件，3000多块焚天了哎！姐别急，他这波在家，这波应该都是我的头了，姐。能留一下吗？好 Q 好 Q。我死了，我没有大，不会被杀吧？怎么还有个沉默啊？我操！怎么还有虚弱、啊？被反杀了！哎呀，我他妈真服了！不是姐，这对面又是沉默又是虚弱的，这不又是他收了吗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！又三杀了 ，Triple Kill。这，哇，这我没看啊，我没看对面他那个他带的虚弱。Triple Kill。不回头。啊。啊。啊。这个他妈真是，这个 ADC 还跑脸上去送，我他妈是真服了。嗯，你看我这伤害，姐看到没有？有点恐怖如斯了，一下子我刚看到两 A 了两下，那两个人就死了，好帅，伤害有点帅，在我心巴上的姐你送呗，我勾一下你、勾我吗？我看你怎么样躲得掉。姐你怎么感觉在勾引我呢？没有啊，我看看你走位怎么样。我毙了，勾不到，勾到了就勾到怀里的。你给我杀了他！我看你这波还有没有虚弱？啊！杀他！不是这杀！给吊成翘底！大爷都死了，他凭什么 K 我头啊？真给吊成翘底！没事。能杀吗？继续！能杀！他还没来，能杀！